哦，对了，我叫小花。我叫小米。这个校门貌似是关着的，你知不知道怎么样进去啊？哦，这样啊，没事，你跟着我就好了。你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了吧？撞到哪了？没有没有，真没事。哎，对了，同学，你也是去报道的吗？是啊，你们也是吗？当然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完全找不到方向。我也是刚问到路，这儿是学校的南门，离报道的地点有点远了。如果方向感还准确的话，我们应该往那个方向走。那我们都一起走吧。好啊，走吧。对了，还没介绍一下自己呢。我叫小花。小米。我叫小罗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我们也是。
就在食堂一楼，去看看吧，应该能淘到一些好东西。是吗？那就走呗。具体在一楼哪里？我跟你一起去就是了。咱们也去看看吧。走，去看看。十分的耐用，非常适合于试验各种的疑难魔咒。怎么样，想买吗？哎，同学你好。哎，同学，你看起来很疲惫啊，你最近很累吗？是啊，有点。哦，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呀？哎，作业多。嗯，那你肯定会喜欢这个，请稍等。啊，找到了！这个是可以自动帮你解题的魔杖，各种题目都可以。正确率保持在80%以上。哇哦，真的吗？嗯，其实我还没有试过，但是以前有很多人用过，都说很不错的。那我能试试吗？不好意思，是这样，使用这个魔杖呢，只需要一句很简单的咒语就可以了，所以我不能随便的把咒语告诉你。嗯，毕竟我还不能确定你到底会不会买这根魔杖啊。你也知道这样的东西不太好出手，所以我们也不会卖很贵的。多少钱？小米也在，你来吗？我不去了，我马上参加工会活动。好的。哎，小华，下午就期中考试了，你还不看会书？没事，我准备好了。啊，好吧，但愿如此。
座位我帮你看过了，在那边第五排。嗯，多谢。说了不要那么客气了。加油。你也是。刚起来。嗯。我们的成绩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嗯，出来了。怎么样啊？我都穿下来了。我猜猜是因为那根魔杖吧。嗯，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了，你一定知道该怎么做。晚上我们一起去 A 教自习吧，小敏也在。Thank you.
迟到了5分钟啊？有些事情耽误了。行了，别在这磨蹭了。那个东西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不要挂、啊，快点！我已经80，我靠，超常发挥啊！这你得请客啊！必须请客这次。来来来，看我的，看我的，你的。哎，英语78，还行。高数62，好歹过了。62可以，来，讲话。紧张死了，我来数一数。全过了你啊，恭喜啊！哎，真的紧张死我了。英语90，牛逼啊！哎，我成绩也90啊，行啊你，请客请客，我断了。还说我，你高数也90吗？徐教练，对。那个，谢了。说了不要这么客气。